大军未动，粮草先行。只要尹公子釜底抽薪，我就不信安禄山能做出无米之炊来。杨相国可真算是知己知彼啊。如此交易，不知道我尹某能得到什么好处。只要尹公子首肯，我就亲自把许姑娘送来与公子团聚。怎么，你就不怕盒子到了我手里，我临时变卦吗？我就算是不相信尹公子，我也得相信许姑娘啊。许姑娘为人最是忠义了，有了她在你的身边，尹公子才能信守约定啊。好，停息战火，造福百姓，就算没有许盒子作为交换，这也是积德行善的好事。尹某只希望经此一劫之后，杨相国能够真正的为百姓着想，做几件造福天下的事情。尹公子，你教训的是啊，杨某一定尽力。希望你把这个交给盒子。皇上，臣妾最近心有所感，自创了一套剑法，臣妾现在就练给皇上看。不看，朕不忍心看。贵妃啊，朕是绝对不会答应你随朕出兵潼关的。皇上，倘若安禄山就此退兵了呢？皇上看还是不看呢？安禄山退兵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倘若真的发生了呢？那你让朕看什么都成。那好，我请皇上答应我两件事。说吧。第一呢，我请皇上亲自看我舞剑。好啊。第二，我请皇上赦免一个人。赦免谁啊？许和子。这个许和子已经成了孤魂野鬼，朕如何赦免呢？倘若他死而复生呢？他没有死。不可能。朕问过高力士，他说他亲自查验过了。那高力士就没有百密一疏的时候吗？怎么他还活着？怎么？不瞒你说呀，朕当时也确实是下不来台阶了。下令处死他以后，朕这心里也常常自责呀。我就知道皇上啊一定会有慈悲之心，所以呀，就替您刀下留情，饶了他一命。还是贵妃了解朕的心意。他在哪里？朕要去见见他。皇上，他现在惊魂未定，您这么快就急着去见他，恐怕会吓着他。依臣妾看，还是不见的好。好吧，那就不见。你方才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，难道这许和子跟安禄山退兵有什么关联吗？皇上以为呢？这许和子要劝说尹梦和反正。皇上明鉴。可这尹梦和对许和子弃如敝屣，只怕是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啊。皇上还常常自诩多情天子呢，连尹梦和
为了保护许和子，使得小小伎俩都看不透。要果真是如此，贵妃啊，你可是为我大唐的江山社稷立下了汗马功劳啊。皇上。臣尹梦和参见皇上。尹梦和，朕来问你，围困潼关的军队粮草早已告急，朕叫你从速筹划，你筹划来多少啊？杯水车薪。什么？难道朕封给你的官小了吗？在下这是为了报答皇上，所以才如此作为啊。筹划不来粮草，倒说是为了报答朕，天底下哪有这个道理啊？皇上一直让臣筹划粮草，那洛阳一役已经消耗殆尽，难道皇上不知道吗？难道洛阳城中的大户你也不知道吗？洛阳城中就算富古如云，对我们而言也只能是望梅止渴呀。怎么，洛阳城中的大户都和你尹侯爷沾亲带故吗？皇上您忘了吗，我尹某是江西祖籍，与洛阳风马牛不相及。那你为什么不下手啊？下手？下什么手？废话，不是明知故问吗？皇上的意思是抢？我们以前的粮草不都是这么来的吗？那是以前。现在怎么了？刀枪都生锈了吗？以前朝廷说我们是反贼，是叛军。既然如此，烧杀掠夺正是我们分内之事，大唐的子民们正是我们的敌人，不抢他们抢谁呀？对呀。可是皇上已经称帝了，洛阳是大燕的都城，这些子民们不管贫穷富贵都是皇上您的子民。皇上，一日为君，终生为父，如果向他们伸手的话，岂不是颜面无光？当爹的会穷疯了去抢自己的儿子？哼，就你他娘的话多。可这江山是皇上的江山，大唐皇帝就算有一千个不是，那太宗皇帝也知道，国君是舟，百姓是水，水可以载舟，亦可以覆舟，那也不是不无道理的。只是那些富豪们多为奸诈狡猾之辈，就在洛阳攻破之时，那些富豪们就把所有的宝藏全部藏在隐蔽之处，皇上如果真的要去抢的话，那岂不是一无所获，到时候还落个恶名。你可别说，这回还真让你小子猜着了。不瞒你说，寡人派了两队亲兵去了两家大户，你猜怎么着？他娘的，除了一堆书以外什么都没有。皇上据此可知，就算真的去抢，那岂不是也无功而返？那你说潼关近在眼前，该怎么办呢？皇上所愁的不就是粮草吗？那又何难？什么？你有办法吗？自然有办法。皇上不如收兵，自给自足，自力更生，休养生息，不出三五年，皇上的军队定会兵强马壮。他娘的，这叫什么办法啊？难道叫老子看到长安城近在咫尺却孤而不下吗？还要再熬上三五年啊？皇上，长安城没长腿，他又跑不了，该是皇上的还是皇上的，不如皇上先把长安城放在李氏手里，这样也可以激励部下卧薪尝胆，励精图治。皇上您说有没有道理？哼，他娘的，有道理如何啊？没道理又如何？总之一句话，粮草没有是吧？啊，抢是不行的是吧？还管他娘的有道理没道理啊？撤兵吧！哼，臣这就去传旨撤兵。哼，皇上，皇上大喜了，叛军安禄山撤出洛阳了。
天柱大堂啊。哎，玉环好手段。父皇，那安禄山撤兵了。朕已经知道了。依儿臣看，安禄山突然撤兵，必有重大隐情，说不定他的叛军当中有所变故，也未可知啊。有这等事？正是。那依你所见，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应当派兵追击叛军，一来可以收复小片关外失地，二来也可以为反攻做好准备啊。哎，可是军队都在潼关，无兵可派呀。韦清自洛阳兵败以后，一直在收拢旧部，以备将功补过之用。父皇不如派他前往。这韦清收拢了多少旧部？大约有2000多人。他这支人马，有他不多，无他不少。让他到阵前戴罪立功去吧。是，儿臣这就叫韦清来见父皇。不必来见朕了，让他好好打仗就是了。儿臣遵旨。高理事。老奴在。你去把李白请来。是。鸽子，到了洛阳记得常常捎信来。你就放心走吧，皇上已经赦免你了，就算梅妃有心作怪，也兴不起什么风浪来。娘娘，多谢您庇护之恩，救命之德。哪里的话，安禄山就此撤军，朝野上下都要感谢你呢。娘娘，那我就告辞了。人就交给你了。是。安禄山突然撤军，就算其中有阴谋，也总算是给了我们一个喘息的机会。若是如亨儿所推测的那样，是他们内部出了问题，那更是天柱大堂啊。太子让韦清尾随撤退的叛军前往监视，不失为一步好棋啊。不过自你上次提醒朕以后，朕对韦清多少有些放心不下呀。所以请皇上派李白前去韦清军中行监军之责。正是。哎，上次朕心情不好，对你疾言厉色，你不会怪朕吧？怎么会呢？皇上如果不让李白去，李白定会怪皇上啊。去了多加留意，随时向朕禀报。谢皇上。去吧。退兵了，这说明他们杨氏兄妹与尹梦和达成了某种协定。到底现在该怎么办呢？绝不能让尹梦和跟许和子团聚在一起。
可他们现在已经走了。不来，他们一定是逃到洛阳去了。在中途截杀他们，就说是父皇的旨意。这一次，一定要把雪和子彻底解决掉。彻底解决？请问，什么是彻底解决？难道杀人还要我教你吗？可是雪和子啊。雪和子怎么了？难道我杀他不得吗？胡来啊，你好好的想一想，你受这等非人之苦进得宫来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也就为了混口饭吃呗。难道真的是为了混口饭吃吗？那要是出人头地自然更好。你好好的想一想，现在这大好的前程就在你的眼前了，难道你就这样放弃他吗？前程，小人能在太子身边这么伺候太子，已经是小人莫大的福分了。我可不敢想什么前程。假如我封你为王，算不算是前程呢？什么？封我为王？您说笑了吧？哎，大唐祖上可没这个规矩啊。哼，规矩是人定的。当然，我作为太子确实不能封你为王。倘若我是皇上呢？胡来，这件事情你最好想明白了，去不去你自己决定。你是选择友情仗义呢，还是选择荣华富贵？这两者可是不能兼得呀。我贵为太子都不能兼得，那又何况是你呢？好，小人现在就去。杨相国家里的人，你说什么？许和子至今被人追杀，下落不明。对，刚刚宫外的人已经向我通报了。我怎么向尹梦和交代呢？又是你，
这么巧？并非是巧合，尹公子，我是来向你传达噩耗的。噩耗？怎么了？须贺子他，是皇上，皇上派人在半路上设了埋伏。须贺子，他怎么了？他被杀手推下了悬崖。许和子他尹公子，尹公子，孟和兄，我知道你此刻的心情，用什么语言也不能安慰。我走了，我相信你靠着自己的力量能站起来。为什么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手下，洛阳是咱们的地盘啊，你怕什么呀？可是看两位军爷穿的，好像是大唐官军的服饰吧？啊，咱们这身军装啊，是缴获唐军的，穿他们的衣服出来刺探官兵军情，便于浑水摸鱼。是吗？那你们真的是安禄山的手下？对。那我去找尹梦和。尹梦和，走，走。报告将军，我们碰到一个人行色可疑，说是要去洛阳，我们骗他说是安禄山的手下，他信以为真，说是要去洛阳见尹梦和。要见尹梦和，把他给我带上来。是。禀将军，人已带到。葛妃娘娘，咱们真是有缘呐！看样子，宫里面逃出来的，愣着干什么？绑了送长安。是。慢着，李学士，是要为故人说情？将军，许和子对我们来说是用处很大呀。李学士。这就是你见识短了，尹梦和亲口说过他要做安禄山的驸马，再说了，安禄山用箭射他又不是没看见。哦，不不不，不是不是不是。行，既然你李学士说了这女人有这么大的用处，本帅就把她给你了。多谢。不过我可把丑话说在前面，这女人若是丢了，我拿你试问。当然拿我试问。真是想立功都想疯了，想拿这么个女人来要挟尹梦和。
有些事您告诉我，洛阳怎么走啊？洛阳从这里往东大概是一天的路程就到了。哦，多谢李学士了，那我就告辞了。许姑娘哪里去？我自然是去洛阳了。洛阳？你去洛阳找尹梦和？除了此事我也没有其他的事情。姑娘稍安勿躁啊，你在这里住下，我保证你不去洛阳就能找到尹梦和。这么说尹梦和他不在洛阳？姑娘不必问那么多了。啊，倘若腹中饥肠辘辘，三天也走不到啊。许姑娘还是吃碗面再走吧。嗯，记住，绝不能让许和子离开帐篷，要加强护卫许和子。是。臣参见皇上。尹爱卿，平身吧，又有何事啊？皇上让在下筹划粮草之事，臣已有了眉目。不会又是自给自足囤粮吧？在下这次为皇上所想的是个速成的法子。哦，怎么个速成法？不会又是去偷去抢吧？皇上，难道您只想做两三年的皇帝吗？如若不然，那么那个抢字就不要再提了。好好好，我们不提偷不提抢，那你有什么办法速成财富啊？博彩。博彩？这倒是个好办法，不过你如何叫他们来参加博彩啊？难道用兵压着他们来吗？那要看彩头是什么，他们赢的又是什么。嗨，还能有什么？金钱美女吗？他们不缺这个。那他们缺什么呢？啊，哎呀，你快说呀。哎呀，把这给急死了。如何把那钱弄到朕的口袋里来呀？皇上只要拿出一个官职作为彩头，那些财主什么都不缺，缺的就是个头衔光宗耀祖。尹将军此意大为不妥，我大燕开国伊始，怎能就败坏了风气？靠出卖官衔积累财富，将来国史上将如何记载？对对对，这个头开不得。再说了，那些个富户多半为富不仁呐，他们愚蠢粗鲁，如何能带皇上管理百姓啊？皇上只是拿出一个官位作为彩头，又不是随意出售，更何况我因有把握不让这个官位落到仲裁者手中。朕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巧取豪夺呀？皇上，只是巧取并非豪夺，其中大有区别。尹将军，朕登基伊始，口碑可是很重要的呀。你能否保证让那些参加博彩的人既出了钱又说不出闲话来？臣一定保证。那好，你就具体实施吧，不过一定不能让他们说出什么闲话来，否则我们绕那么大弯子干嘛？何不去抢啊？啊，皇上放心，那些财主们早有准备，早就将那些财宝隐藏起来了，皇上就算真的去抢也未必能抢到。这正是朕所担心的。好吧，你去办吧。臣领旨。大家都听好了，大燕皇帝自登基以来为与民同乐，特地下旨实施博彩游戏，每人只要50两纹银，一旦中奖那可是祖坟上冒青烟的事儿，中奖者
封万户侯。啊，是不是真的？答应皇帝以名声担保，难道还骗你不成？五十两银子，不是呀，他们上不来了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？站住！姑娘哪里去？我出去走走。上头有令，不得让姑娘走出帐篷一步。我是李学士的挚友，谁这么大胆敢软禁我？正是李学士下的这道命令。哎呀，看来尹梦和这小子果然能算计啊！原来这些富户都想混个官来过过瘾，若不拿个官位做彩头，他们能够如此大方吗？我看尹梦和他如何收场。收场？收什么场？有这么多银子，还管他如何收场？此事如此轰动，开讲之日，洛阳定会万人空巷前来围观，要是真的闹出事来，只怕激起民愤，适得其反。说的也有道理。这样吧，就给那个中奖的小子一个官位，反正就一个，我大燕国还缺官职吗？别说一个、十个、百个、千个，还不是朕一句话吗？对对，假如尹梦和能不战而屈兵，那自然更好。什么？他？哼，我看他没那个本事。学士把我关在这儿，不知是何用意啊？哦，姑娘，明说了吧。你知道尹梦和在叛军之中有多大的力量，你并不清楚。那又怎么样啊？我想请你助我一臂之力。我许和子手无缚鸡之力，现在又被您关在这里，怎么能帮得到李学士呢？啊，姑娘请坐。我想让许姑娘帮我劝尹梦和反正。学士以为我这次来找尹梦和所谓何来啊？不是为了劝他吗？可是您把我关在这儿，我不知如何相劝。哦，我自然有办法。我们劝尹梦和不一定非要到洛阳去。不去洛阳，那依学士之见应该如何呢？我正设法约尹梦和前来，只要他来了，我们到这里劝他不是更好吗？不行。学士，你有没有想过尹梦和的安全？倘若他不同意呢？或者他有难处，学士您又当如何呢？学士一向侠肝义胆，襟怀磊落，怎么也吞吞吐吐起来了？哎，那好，我就实话实说了吧。尹梦和要是执迷不悟，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我就会把他扣留，我不能眼看着他越走越远。学士以为许和子会为你所用，做出不利于尹梦和的事吗？哦，你怎么会是这样想的？尹梦和如此下去会是什么样的下场，你想过没有？学士，我不是不相信您，我是不相信那个韦青。韦将军到。韦将军怎么样？李学士劝说的怎么样了？正在劝说，会有一个答复的。行，你就在这儿啰啰嗦嗦吧，我要与安鲁商干上一仗。怎么，将军要立即出击？新增援的西凉之师已经到了，太子把他们归为本帅的节制，本帅决定给这个安鲁山一点颜色看看。哎，将军，西凉之师远道而至，将帅不明敌情，立刻冲锋陷阵，怕是很难取胜的。学士总是长别人的志气，我告诉你，
我这个部署在兵法上叫做一鼓作气。我不跟你说了，你就开导你的许姑娘吧。我先去一下。做了我安禄山的俘虏，你们服不服啊？我们劳师远征，刚出潼关，上司就下令上阵，士兵过于疲乏，才吃了败仗。我们不服，不服，不服！哎呀，拉出去砍了！是。走！什么？皇上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杀生只怕是有碍大吉。大吉？什么大吉啊？啊，圣章他娘的又不是今天大的。皇上怎么忘了，今天是博彩开奖的日子。博彩？你要不提醒我，我还真的忘了。老子他娘的更得砍人了，叫我拿出个官位来，这算什么大吉啊？啊，皇上，如果在下不让皇上损失这个官位呢？你说什么？你能叫他们自己放弃吗？在下愿向皇上立军令状。那你要输了怎么说呀？如果我输了的话，我愿意献出三年俸禄。皇上，如果我要是赢了呢？那你要什么？就请皇上把这些人赏给臣为奴，如何？好吧，反正有了这次博彩，我的钱也够了。哼，将来唐朝的俘虏会比蝗虫还要多。我中奖了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看看，我中奖了啊！我中奖了！我中奖了，大人！请看，中奖者到了没有啊？小人来了。有无凭证？在这儿呢。在这儿呢，我怎么没中奖？就是啊，果然是你，好运气啊！知道彩头是什么吗？当然知道了，万户侯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位侯爷，皇上说话算数，这就封你为绵阳侯。你回去呢，收拾一下，拿上你的官印。你上任去吧。敢问大人，绵阳在哪儿啊？就在蜀中，最是富庶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蜀中那不是大唐的属地吗？怎么，难道你不相信我大燕有朝一日会打到那里？啊，相信相信，可是。可是什么？你不相信？我以为您肯定把我封在关内呢。好，你反悔也没关系。你若是把彩头给退回去，我就把赌注原封不动地还给你。那您还是将赌注归还于我，小人下回再赌。好，皇上说话算数，这50两银子就还给你。怎么样，大家见过如此开明的皇帝没有？都开了的奖还可以退还。是啊，
皇上，怎么样？看这小子，乐得都合不拢嘴了。这50两银子，我个人出了。你小子果然是鬼才，把朕夸得跟花儿一样。那好，朕也不发跪，那些唐军归你了。谢皇上。快点，进去。你们都给我听着，愿意喊我老爷的都给我站出来。怎么都这么硬气？哼，那好，都给我滚，伺候我是你们的福分，可你们居然有眼不识泰山。走，都给我走。好了，哎，我求你们走出去。学士，殿下，怎么是你啊？听说维清吃了败仗，你也被俘了。我正准备去前方营救你们呢。别提了，我是被一个熟人救出来的。李学士此去哪里？去长安告御状。我正是奉了父皇的旨意前来的。李学士有什么冤屈，可否对在下演讲？我可以肯定，维清是安禄山的奸细。哎，那维清可是国之栋梁，我们可不能胡乱猜疑啊，以免咱们自毁长城啊。上次维清平原布阵就已令人难以信服，这次他逼着西凉援军仓促上阵，就更暴露出狼子野心。我知道殿下不会轻易相信，这样吧，我还是去长安告御状。哎哎，李学士，我相信你就是了。李学士，你看我们现在诛杀维清就如杀猪宰狗般容易，如果我们从长计议，既已知道他的奸细身份，那我们稍安勿躁，等待时机，让他把假信息传递给叛军，我们正好将计就计，你看如何？太子，此计甚妙，那我就先忍他几日，总有一天我要让他血债血还。